裤裆人体暖暖包，王心凌、姚元浩爱潮试婚。王心凌与姚元浩自从在前年被本刊直击跨年夜一起耳鬓厮磨看烟火，传出爱火重燃后，这一年多来经历了小王、小三等流言风波不断，但是感情似乎都没变化，风吹不倒。而且传出为了跟男友相伴，王心凌还尽量减少工作，看来这燃烧一年多的爱火不比烟火逊色。1月2日下午，本刊直击两人一生轻便。姚元浩像个挑夫般，把车内囤积的衣物搬到王心凌家中，而王心凌则是牵着爱犬布鲁托，像个小女人般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。小两口似乎已经发展到了同居试婚的阶段了。去年11月19日晚上，本刊发现王心凌和李佳颖相约在小咖啡馆喝咖啡聊是非，约莫10点钟，两人起身 say goodbye 道别离开。王心凌走没几步路，后方竟出现了一名男子跟踪，哎呀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男友姚元浩。两人一同漫步回家，接着女生就把娇小的身躯窝在男生的胸膛取暖，姚元浩更是展现了男子汉的体贴，打开外套裹住小只女友，而王心凌则是一脸满足的享受当人体暖暖包的感觉。我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是一个有肩膀的人，有肩膀的人。姚元浩自从与王心凌公开恋情后，不断以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个有肩膀的人。经过了风雨不断的这一年，姚元浩不但证明他有宽阔的肩膀，还有厚实的胸膛，真的是有够 man 的啦。